我们兜兜转转绕了很多圈，有些人遇见了命中注定的天敌。没想到啊，我也会有今天。今天请大家来呢，需要协调一下下周墨镜答谢会的工作内容。你知道这个世界上最危险的东西是什么吗？说，分手后遇到前女友，她却成了你的顶头上司。我在跑什么呀？又不是敌军。有很多难能可贵的东西，比如世纪难题的答案，漫长旅途的终点，以及 Miss Right。而另外一些人遇见了命中注定的爱人。这个世界的确有很多事情会变得越来越复杂，但是喜欢一个人就像蒙着眼睛把他从人群中找出来一样，只要心意相通就是最简单的事儿。我今天要是不给你点苦头尝尝，你就不知道什么叫上。好戏这才要开始呢。现在外面已经有传说是傅小四要抛下七七无需做代言了，这不是让七七难看吗？四季也说了这是传言而已。既然你们解决不了，那我来提供一个方案，不只是让傅小四和程七七参加代言，而是把他们的 CP 关系做实。别忘了今天还要上交这个月的营销计划财务报表，别死气沉沉的，快的。帮我泡杯咖啡送到办公室，就现在。营销方案，反正最后呢都是要给领导我看的，早一点晚一点都是对的。能遇到这样的对手真是为你感到绝望啊。这样吧，这次公司所有损失我自己承担，你们可以给我降职，但坐实 CP 这件事绝对不可以。公司为了自己的利益就可以这么对付老四吗？傅先生，你确定是这只手吗？月下，从今天开始我希望不只是你牵着我的手，我也会牢牢地抓住你的手。严总经理，我要请假，这是我的请假表。你这个表格填写也太简单了吧，我恐怕是没有办法答应了。我真的是自己的私事，反正呢这下你不批你就算我轰吧。陆江，你是不是要去找立夏？我说过会紧紧握着你的手，我说过会重新相信你。年轻人，除了在爱人面前表现自己，更多的时间还是用来多多关心好自己的兄弟。给他的吗？你们串通好了。哎呀，那个邻居李阿姨还说让我去看那个电视剧，把这事儿给忘了去。哎，那个你们俩可以聊啊，好好聊啊，冷静的聊啊。有请那位穿白衬衫、短头发的女士上台。所以，打碎杯子，剪断兰花，甚至你放错的调料，都是你和爸妈事先商量好的。戏是有点过，但是效果是好的，你千万别理我了。请问下面还有哪位女士愿意上来吗？严某，
钱吗？这位男士，你挥手也没用。我们邀请的是女士上台，你是女生吗？那你满意了，可以走了。立夏，你今天到底怎么了？我变了，我们都变了。下面各位女士，还有愿意上台的吗？陆先生，现在你身后呢，随机站有六位女士。你看不到他们的样貌、身形，需要你全凭你的感觉选出与你最有默契的那只手。也许不是你的错，不是我的错，也不是七七的错，就这个世界变得复杂了。